是洛阳城。洛阳城，我现在武功都没有，我应该找一个师傅。这个可以成为一代宗师啊！这所有的武，所有的武功都有啊，只要你们说得出来的武功都有，都可以学。所有武林人物都有啊，这个是，就类似于《群侠传》吧。可以学降龙十八掌啊，乾坤大挪移啊，都可以学。但是要找人学就是了，要有葵花宝典啊，有银针经也有，有东方不败，谁都有，谁都有啊，谁都有。我要找乔帮主，让乔帮主叫我降龙十八掌，还有洪七公。小虾米一百。小虾米，一百年前武林中，小虾米的故事。呼，独孤求败。我要找一个好门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日后行侠仗义，就跟小沙弥前辈一样。我们去酒馆去，然后再好好聊一聊。最近郎中羞涩啊，这个没有钱了啊，他请我去，他请我去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夺命剪刀腿能算武功吗？我操，夺命剪刀腿肯定马上会出事情，因为学武功肯定是要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我掉入一个山洞或者怎么样。谢谢画风送六六荧光棒，或者村里出了什么恶霸，我们杀了恶霸之后回来的路上滑落一个山洞或者掉入一个水库，然后你们有武功秘籍，然后我自学成才，应该是这样，剧情应该是这样，我能猜得出来。兄弟且慢，这酒有问题，你看我就知道啊，好痛，我操，我已经喝了，妖兽了，出人命了，这是谁啊？师叔玄冥子，五月轩算你好狗运，让这小子替你受死，这毒石凭你解不开，回去找你师父。玄冥子下的毒，无暇子能解开吗？我应该要拜入逍遥谷门下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去找师傅了啊，找师傅疗伤。操，我这想得出来，我操，对不对？所有的武侠剧情都是如此啊，倒背如流啊。呜、哦，年轻人你醒了。啊，这是逍遥谷，打除拳法指法，这是他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他是这里的主人，中了九转噬骨散，被我的徒儿带回谷里疗毒。你的徒儿，武兄，他的毒已经退得差不多，再休息一两天就没有事了。这游戏有，这游戏蛮有意思，慢慢玩蛮有意思，就是属于那种，闯荡江湖啊，养成的游戏。多亏了前辈与古兄的照料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出古家了。古云飞，古云飞是谁？他有一个好师傅，收我为徒。谢零点零送的三组六六荧光棒。前辈能教出古兄这般武艺卓绝、正直侠义的弟子，这是我理想中的师傅。但是我是个蛇蝎心肠，为什么前期那么好，
谢谢0.0送的七组漏流荧光棒。准备仪式。哦，我要拜师了。合三叩首，合三叩首。要改口茶。师傅请用茶。何儿，叫我何儿。哎呀。谢谢0.0送的15左右的荧光棒。三少爷你好，这是仆人老胡。怎么不是老王？不必了，三少爷，他只有三个徒弟。箱子有沉重的金刚，用来锻炼他的身体。我操，这仆人都比我强多了，我搬不起来。箱子重视人了，手都快断了，我的，我有那么弱吗？别动，这谁啊？你是什么人？还有谁跟你是一伙的？是这里的弟子，敢骗我不想活了吗？你来错地方了，我师父赫赫有名，师兄还歼灭了陕北十三烟。什么师兄？阿吉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啊，师父师兄，另外一个师弟。这强盗是我师兄，强盗。阿吉只有三个人，阿吉还是阿金，这个字读啊，不知悔改。吃饭吃饭，好丰盛的碗饭菜啊，好丰盛呢、啊。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，又要哭，我你妈怎么一直在哭？我这个人物。动不动就要哭。休息商店，哎呀没有钱，我就500块啊。第一年，这是这个拜入师门的第一年，我休息一下增加一下体力吧。体力槽是10，他现在教我这个本派的基本功法，基本功法我必须使用上套路才能克敌制胜。套路内功、硬功、软功、轻功、眼功以及耳功，哎呀好复杂啊。先说内功是最重要的一项，修习内功可以让你的气血运行顺畅，在对敌能达到意道气道的境界啊。他给我一本逍遥心法啊，是他逍遥谷的武学根基。这个心法我不知道，我是武学奇才，应该会读得快一点。哇，这么多穴位要日常的按摩，按你妹啊，我操，我哪记得住啊。打开状态页能记忆书，查看已知技能。现在我还按摩，我操，基本功看一下，内功修炼，逍遥心法修炼一下，修炼一下，武学增加了一再修炼一下，内功800多，我操，得一直修炼。我现在还没出山啊，到时候出山到时候学别的武功去。体力减少了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会儿。内功心法碰上什么疑难杂症，要慢慢练个10年8年，这又10年8年，我他妈练100年出去我都老了好吗？还闯荡什么江湖啊？啊！百会穴，哎呀我记不住，哪个是百会穴啊，我操，不是，我应该截个图，刚才头顶是吧，干得不错。哎你们怎么知道？哎，顺畅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感觉，想得美，天下岂有如此意识。
哎，看看我天赋，那个我的武功啊，武艺书，啊，这是其他的一些技能，侠客。那问题，逍遥派弟子两个称号，逍遥派弟子，我会什么武功啊？攻体，逍遥心法，预先每个回合恢复5%气血10%内力，消除一个负面状态内功。我看不到武功在哪里，我会什么武功？我操，哪里有武功啊？我现在什么都不就会心法，就这个心法，心法有什么用啊？我操，我要武功，要招式，心法有鸡巴用，我先练一下内力。混个鸡耳，我要学几年？我的妈，一年了，兄弟，我要出山。啊，现在教我轻功，啊，现在教我轻功。小沙包，好重！这画风送的瓦林荧光棒。你每天将这些沉淀的沙包系在脚上，太重了。老头子有何贵干？这是我的二师兄吧？啊，二师兄帮我练功。我的时间很宝贵，何儿，你快过来，何儿，快跑！急啊，你要在后面追何儿，要是让他追到的话，就得挨拳头。哎呦我操！帮助师弟是应该的。大师兄救人，大师兄下山买药去了。嗯，何二为师也是为了你好啊，千万不要怨恨为师。我操，何二，哎呀，这个称呼我受不了了。哎，我们练轻功还是练内功呢？那我们一天只能练一个功法就是了。练好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出山。内功跟轻，我觉得内功比较重要，练逍遥心法。轻功是没有用的，我觉得轻功是没有用的。再休息一下，增加体力，体力不够。他先跟我传我逍遥谷的武功了。逍遥派有很多分支，逍遥派有北冥神功、小无上功、不老长春功，啊，三选一吧。妈的，肯定是北冥神功了。然后逍遥64卦凌波微步，然后天山折梅手跟六阳掌跟白虹掌力，就是所有武学的人物都有，所有武功都可以学。逍遥派是武林第一大派，那可不是胡吹大气的。这么厉害，师父，上述神功皆已失传，连师父我也不会。不会那有什么用，要我自己，可能是要我以后自己去找，要自己去找这些武功。现在武林中谁不知道逍遥全不平的称号，逍遥全不平。眼下什么武功都不会，本门武功对你而言再适合不过了。教我三套武功是逍遥拳法、逍遥刀法跟逍遥剑法。我要学北冥神功，师父，逍遥掌是属于软功当中软功的，逍遥剑法是属于轻功当中的，轻功好的话用剑法比较好，逍遥刀法，我操，我用刀法吧，刀法看人，就不学剑法了。招式，刀法、剑法、掌法，掌法最拉稀。我想想啊，练什么，主练什么？刀法，刀法练硬功，硬功防御高，我操，刀防御高。轻功的话，轻功不行，练剑，
妈，我练刀法以后可以拿屠龙刀，练剑法可以拿倚天剑，就是连长啊，倚天啊，什么大黄说什么练什么哪个好，剑法屠龙刀，哎，掌法，掌法，掌法垃圾，什么都不能带，掌法垃圾，降龙十八掌，掌法降龙十八掌，你玩过吗？啊，大王，玩点偏门的嘛，刀剑都玩多了。降龙十八掌，剑法吧，剑法独孤九剑，后期学独孤九剑，拿倚天剑学独孤九剑。刀法我没有想到有什么好刀法，得用好武器。倚天剑啊，用倚天剑啊，或者干架破解。倚天剑后期可以搞到的，后面可以搞到倚天剑的。硬功要叫我硬功，防御能力。啊，硬功哇，砸砖，我去，我现在砸砖，你妈头都开花啊。练一下硬功，我现在不够硬。谢谢楚王，谢谢魏路送的一个火石头，呜呜，牛逼！谢谢楚王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！谢谢。休息一下，要叫我软工，这他妈这不就是那个，不就是软工，不就是他妈的瑜伽吗？我腿快断了，这劈腿不行。基本功后面还有很多好玩的等着我，我操，那这学武功学的太他妈蛋疼了，我操，我不想学了。再练一下软功，一来休息一下。今天教我战斗实践技巧，教我战斗实践，我现在学的是剑术，剑法，应该剑法练轻功，内功有用，内功应该没用了。套路选择逍遥掌法，我操，我学的应该是剑法啊，怎么是拳法？我操，二师兄打我轻一点好吗？逍遥拳法，好垃圾啊！从背后打他，这样是增加暴击跟命中，侧面打击。从正面不能从正面打就是了，他这个位置有点不好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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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打不过他。学会了攻体之后运作起来，一定要装备剑才对。装备剑才能做剑，这他妈是庐山升龙棒啊！太垃圾了！我操，我太垃圾了！我操，我现在不行不行，太垃圾了！策略点数，策略打开。转换心法，使用道具，逍遥心法。我操！我死了！我操！失败。那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二师兄啊？啊，对不对？二师兄多厉害啊！我现在没有剑，我学剑法干嘛？真的是，我学剑术还不如学内功跟轻功，然后以后就学内功跟轻功，然后有什么武器，到时候有什么武功秘籍我再学。他现在武功秘籍太少，那没有，几乎是没有武功秘籍的，我就修炼这个轻功跟内功或者硬功。内功修炼一下的，
逍遥心法。我看看我身上有没有武器，有短剑吗？看我身上有没有武器，师傅有没有给我？师傅啊，没给我东西。啊，短剑跟朴刀，我装备一下。哎，上位装备。哎，怎么装备来着？我怎么装备不了啊？啊，右键是装备哦，短剑。但剑的攻击是15，刀的攻击是25。武艺书，啊，没有武学书。今天我从打杂做起，闲逛，逍遥谷。师傅在做什么？写字。咦，这个是什么字？我怎么看不懂？这个是个道字。道怎么是这个怪样？他写的是草书，草书我也会写。那你写个字给我瞧瞧，没问题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字啊？草书不就是鬼画符吗？草书不能乱写，练书法。王献之和他师父和他父亲王羲之跟师父的好感，我闲逛的话会增加师父的好感，师父或许会有几率传给我他的绝世武学。哦，但是闲逛需要6点体力值。打杂吧，打杂扫个地，泡个茶，给师父泡一下茶。无暇子，再泡一下茶，砍柴，砍柴。二师兄对我的好感增加，好感增加就可以套路他们。现在教我眼功暗器，教我暗器。我对暗器不感兴趣。看见这个大树了吗？这种事为师都办不到。一掌拍在树上，好多叶子，师傅好厉害，为师还出不到20%力。看清楚叶子掉落的方向，然后尽可能抓住更多的叶子，需要十分的专注。那我，哎呀，我根本就不知道练什么好，武功太多了。眼功，眼功是影响暴击的吧？一刻钟过后，哦，这就是用香熏眼睛啊，就熏眼睛，熏得流泪啊！我的妈！这练武功简直是折磨。我的刀法，我的剑法已经4级了，掌法是3级。再学点内功。把内功学了。我升级好难升啊。11月上旬，11月中旬。说耳弓，闪避敌人攻击。耳弓好像没什么用。仔细听好，声音和声音的流向，蝙蝠都比你厉害得多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我要练吗？我操！我不知道要不要练啊。这武功太多，搞得我有点懵逼。先增加点技能点吧，借敌人点送你188。招式，
学剑法，就学剑术，把剑术提上来，学一下一千多经验值呢，就学招式，不学内功，就学招式，不学内功，学一次一千多经验值，很快升级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班少爷，带我去一探究竟。我跟你一起去吧，好吧？不要杀我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你这种人死不足惜，还废什么话？不要啊，刀下留人。哎，这个妹子好像很漂亮。让是不让，不让又如何？啊，要动手，一个妹子要动手。谢谢 GK。逍遥剑法，月射寒江。哎，那个大叔的那个砍柴的怎么不过来？我操！我轻功不多，移动的格子也不多。我伤害挺高，我操，打我这么疼！秦月伤，老胡三少爷，我来帮你。范围技，直线眩晕定身。获奖，八方藏刀式，缠身，摘心刀。哎呀，我操，怎么一个农夫都比我牛逼？他五千的血，两千四的内力。那我先跑吧，交给你了。好的，农夫怎么这么强？我操，这一刀下去，我操，我先跑。农夫哥哥牛逼啊！我操，他要死了，来，我来补刀。哇，反弹死了，我操，还要反弹。武林至尊，霸者之道，一统武林，这应该是一些 BOSS 吧。好凌厉的刀法，想不到我老胡的武功亦如此精强。大少爷，这恶贼冤枉这女子爱上了我，但我已经有了家室，她得不到我就想把我毁了，他已经连杀我好几名随从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无耻东西！好，很好，你们逍遥谷保定这家伙就是了。你们知道你们护的是什么人吗？死去的阿福，白痴智障。谢谢小米饭，在下姓黄，单名一洛，陕西龙门镇人士。他羡慕我的文才，不顾我也有家室，对我展开热烈的追求。但我明白，我跟他之间始终是不成的，百般的拒绝了他。我操，有可能吗？这样子，黄洛，他是帮会之人。一个男人让女人欺压成这样，真是丢人丢到家了，太不科学了。我要护送黄公子下去，护送黄公子，给他下山啊，让我大师兄二师兄暗中保护和儿。